美国职业男篮独行侠新星唐西奇唯一一张亲笔签名的新秀卡最近拍卖出460万美元。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队王牌右投伊瓦迪登板先发，投出最快球速99.5英里，技压全场。日本职棒名投佐藤毅发表专栏，建议陈伟英从强投型投手转换成技巧型。美国女子高球好手奈利科最近以低于标准杆16杆的272杆总成绩夺下甘布里奇高球赛冠军。美式足球联盟亚利桑那红雀队宣布与未来名人堂的明星防守球员 JJ 瓦特达成一份2年协议，下个球季转入红雀队。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获得可靠的优惠。